他是人生这影的男子是谁，他为什么来，有人骂他是和尚，有人说说他是人生，他治好你的和我的病，他为我们做玩具，他教我们打架外语，我们唱台迷儿歌，他也弹马瑞马朗格的龙暖诺的他弹格的龙交谈，我们很爱很爱他，大妈முளைக்குமா நம் தலைமுறைகள்.